剑很好，力量也不错，我看起来了很有爆发力，但是我也同时也看到也挺嫩的。金星老师，你的决定是不给，不给这张票。对，谢谢金星老师的意见，我坚持我的判断。弄吧，看到没有，年轻人。陈阳，看到了吧？陈阳，我想说一下，够了，看到没有？我想说一下这句话。相信我的眼睛，相信我的眼睛，年轻，嫩，年轻，相信我的眼睛。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对，这是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舞者，我们还有训练营那些叫他们突然连上台机会都没有就回家的舞者里面最不可以接受的。我是训练营出来的，我先向金老师赔礼道歉，因为我感觉这是训练营的一个月，我也有责任，我们编导组所有的应该都有责任，所以他们都到后台去了。我们没有改变他的想法，但是我认为其实金老师刚才一直没有开口的，他上来已经失误了，金老师其实已经看出来了，我心里很清楚，但是金老师一直给他微笑让他坚持下来，但我不希望他是这样的，他上来的第一个动作失误了。但我特别高兴，因为我说他嫩吧，因为海清老师他们后面他的举止就证明了我那句话，他是嫩的。对，而且你要允许年轻人，他的行为告诉我他是。